冰城，大家好，我是 Happy Bomb。 现在呢，我就要带你们去冰城一个特色的点心店啊。它的那个点心店呢，也是因为中秋节呢，我才去拍的。因为平时呢，它就没有挂很多灯笼的啦。现在它就要到中秋节了，它就拍到那边它的灯笼就挂到满满那整间店是看到很有特色了。然后那边的点心也是还蛮出名，也是。 蛮好吃的，OK，现在我就带你们去见识一下。真的，一下雨天呢，就是这样子大塞车，塞到认不到妈妈是谁了，真的。从北海过来这边呢，要一个小时了，都还没有到Georgetown的位置。OK， 现在呢，我就到了这边要吃点心的位了，难找 parking 啊，我还以为心想啊，没有什么旅游客啊，会比较容易找到 parking 啊。 那你知道啊，我弄了2000啊，才终于能找到一个房间在那边。OK， 现在我就带你们去那个他的那个点心楼了。在 Georgetown 啊，我觉得啊，住这一个 area 啊，在这边 Georgetown 的位啊，其实也是蛮不错的体验来了。所以槟城的人啊，来住在槟城就不想来槟城住 hotel 不是很爽，因为其实不是这样子想的。你那个体验啊，你在你的家没有这个体验吗？ 你来坐餐哦，你来住啊，住这边附近啊，晚上来这样子吃东西总不下来啊，然后中午来逛逛街也是蛮不错的体验啊，也是蛮爽。有时你讲爽啊，开心啊，东西看你的心态了，不一定说啊要出国啊花大钱才觉得开心啊，在本地这样子也是很爽啊，不一样的体验啊，完全。OK，现在我就走到了，就是这一间酒家了啊，它是卖点心了，在这边呢就可以看到有卖月饼啊，也要中秋节了啊。 然后里面就可以看到很多的灯笼啊，吊满满的灯笼，然后来这边拍照也是蛮不错的一个体验来的。看我们才进来啊，全部灯笼看到满满的灯笼，那个感觉真的爽啊，有那个气氛在那边啊，中秋节的气氛。 有没有要庆祝吗？要庆祝中秋节吗？要不要庆祝中秋节？然后这边哦，除了有那个竹草哦，它有竹草，然后点心都有啊，在这边，哦，不只是吃点心罢了，然后该我有拍那个美图给你们看啊，也是有炒粉那些吃的这边，然后我们现在就去那边拿它的那个点心啊，然后再介绍你们。 小妹，你这里点面先。这虾搞好了。啊，虾搞起来了。好，然后呢？哎呦。这虾搞下面。这什么来着？这虾面，乌龙虾面。这里呢？哦，你这个，吹起来。好，这虾面先。这虾面来的。好，吹起来了。这虾面。这虾面。这杭州龟。这杭州龟啊。这。这虾面虾搞。 哦，这里干杯啊，要吗？干杯啊！啊，来来来，这里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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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OK。都有賣啊，這個有賣啊，這個夾平啊，用我們的
点自己的工作，可以查到。的外面的那个鱼蛋是不一样的，里面你看它，它有放那个韭菜那些，它的比较像我们那个广东烧的啦，广东烧的鱼蛋，有很劲，是啊，我看蛮好呀，然后鱼肉也是很香，然后应该是最贵是这个，这个最贵。好，这个是最贵啊！啊，这个是那个鱼头，好吧？所以我一口咬下去，它上面很松本啊，那感觉，然后里面是虾呀，有一只虾在里面蛋着点。这个是它的那个小排呀。那还是这样，刚才这台语气刚差不多一样。啊，那边的，他这边的，他的那个点心啊，他比较像好像公司做啊，搞不像冰城有些啊，你一吃就知道是红的，像工厂的。然后他这个你吃到他的那个口感会比较好吃啊，那工厂啊，整天都是比较粗一点。什么虾？里面好吃，穿越黑，它虾多啊，好料。它比较好吃，它比较好吃。啊，这个比较清香，那个手工的感觉啊。日本点一分钟啊，这边都点蒸肉不便宜啊，这边。他拿高菜肉。你看像葱塔啊，你看看像葱啊，对了，韭菜糕，它皮薄，好吃，它高菜糕真的好凉，就那么多，我茶我都忘记泡。刚才应该也出味了啦，这样我都吃了，这样昨天的那个，他的那个茶哦，他是算一个人2.6啦，一个人啊，他不是算一壶，他是一个人2.6，还是算人头啦，他的茶，所以你叫一壶茶嘞，他是没有算那个价钱，他是给你知道这个茶多少个人啊，你又付多少钱哦，一个人是2.多，2.6一个人，然后这个啊，他这个好料，他的千层的，他的千层，然后他的蛋黄啊，看到吗？这个蛋黄是千层的。这样，那皮啊脆哦，好料，你打包了，好吃。我都没很欢迎的，来来，它的流沙包啊，它的流沙包啊，啊，看它会流汁啊，你们吃要小心啊，不然会爆啊，那个汁爆出来从嘴巴。你要这样子咬，好，你不要这样子吃，会流出来啊，都吃，比较危险啊。一来比下面南瓜，南瓜馅啊。南瓜肉，什么南瓜？好料，很香啊，里面就是酒楼啊，以前酒楼啊那种 level 啊。好吃啊！现在啊，你要找回以前的味道真的很难了。来看这个干杯啊，我干杯已经掉在盘里面了，它里面应该是虾啊，没有错的话。不要太重了，里面有虾。哎，你说虾的那个，你要里面有虾喽哦。好吃嘞、欸，虾肉好吃嘞、欸。加新鲜，啊，干杯！
这里吃啊？嗯，全部有虾，有虾，有虾，我没有虾，你要放个火里面。没有，那虾不是虾吗？热的很漂亮，推荐啊！你们来肯定不会后悔了。你们要吃啊，哪在？然后你们看啊，我讲等下你们讲的有没有骗啊？那个 YouTuber 啊，新加坡的，来给你们看啊，来看啊。后面人满的人来，看到吗？我不可能骗你们了。你看这样好吃，一定是好吃啊！因为已经在槟城，很多槟城人都知道吃老表了。好吃吗？有没有好吃？有没有好吃呢？有好吃哦，好吃哦，点心好吃是不是？是吗？哎呦，开心啊，好吃啊，嗯，好吃啊，哎呦，哎呦，好吃啊，有没有好吃啊？有吗？有啊，嗯，有啊。那是咸蛋的，咸蛋的酱，咸蛋的酱料。不要里面哦，里面除了鲜，然后咸蛋味还蛮香。好的，简单的，好料的了。它猪肉好像那个蒸猪肉简单的，蒸猪肉啊，家里煮的那个菜一样啊，那个感觉好吃啊，味道香里面。海蛋，好吃吗？好吃吗？好不好吃？哎呦，开嘴啊，好吃啊，哇，哎呦，嘴巴这个，哎呦，这个样子啊，这样的样子啊，哎呦，好吃啊，好吃吗？干等龙哦，干等多等龙，行吗？哇，你看哇，嘴开很快哦，哎呦，那个样子，哎呦，这样好料啊，这样好料啊，嗯，好不好吃？再 A 秒，哇，样子，好吃啊，我叫 A 菜龟，我叫爷婆婆，爷灰婆婆呀，爷灰太不，嗯，看啊。菊花一条，菊花的菊花的茶，菊花我还名字叫菊花，菊花茶应该好喝，那种以前的味道啊，菊花茶的味道，古早味啦，我就是喜欢来槟城啊，这个地方啊，你要慢慢找啦，要慢慢找以前的味道，其实蛮难找啊，你现在21世纪啊，你要找以前的味道啊，80年代、90年代那种味道真的很难找，所以慢慢找，能的话我慢慢一样介绍你们大家。开心啊！嘴巴不会关了呀？关这边了啊！他清高的时候，那些乐龄人士做工啊，很有那种我们小时候啊那种感觉啊，那种 feel 啊，就是有很多那种老人啊，也是还在做工，那种很群力的精神啊，华人群力的那些精神都还有在。来，打开铁门，我们现在要买灯笼啊，我们在买灯，感觉人生一个灯笼跟蜡烛。刚有人一灭了，以前我知道了，小时候的那个都打死他们，都打死他们。不给的单子，这边晚上有卖啊？这边晚上都有。
点心呢，我们这样子吃了才108而已，108块灯笼是40块啦，它是蜡烛的那个锅。好，然后靠近中秋节的话呢，我会来这边买一点月饼啊。啊，你们要留守，我会拍一集是关于马来西亚人拜那个月亮啊，那个习俗给我孩子体验啊。其实我也不是真正的拜了给他体验。以前我小时候也是啊，我们有拜月亮啊，在我外婆家，然后那个祭品是什么了？啊，如果你们喜欢我的影片呢，然后记得帮我按赞、分享、订阅。我们下次再见了，拜拜。哈哈，比心，比心。Love， 比心 Love。OK， 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